推特王很满意过程。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费城76人推特大帝恩比德 Joel Embiid 打着相信过程 Trust the process 的口号展望未来，不过他认为这个过程是永不止的，就算拿到总冠军也会持续下去。恩比德谈到他所说的过程，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并没有尽头，将会一直持续下去，我甚至认为不会停止。我之前说过，首先是打进季后赛，再来是分区冠军赛，最后就是闯进冠军赛并把冠军锦旗带回家。对于推特大帝而言，拿到冠军后的隔年将要重新面对一切，所以这个过程将永无止境。76人目前战绩加上今日客场延长赛击败灰狼，前27场拿下14胜13负的成绩，对比去年的7胜20负开局，这个过程让恩比德很满意。他说，虽然距离最终的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我们已经蜕变成一支会赢球的球队，我很期待我们的未来。